一日当艳星，终身有恶名。当然也有个别女神硬是从脱星变成了实力派女艺人，比如舒淇，再比如比舒淇更早出道的孩儿他妈钟丽缇。虽然现在的钟丽缇无疑是尽职尽责的好妈妈一枚，但从前的她性感尺度绝对超乎你的想象。日前一组钟丽缇昔日性感照曝光，手拿小皮鞭，事业线都被挤成了事业沟就算了，竟然连骨沟都露了出来，营造了一种下半身真空的效果，让粉丝们根本不敢直视，有没有？还有这双手捆绑一脸潮红的超诱惑姿态，让人浮想联翩，根本停不下来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脸上有了高原红，钟丽缇竟然有了一种撞脸巩俐的画面感，是女王范惹的祸吗？其实当过艳星真的没什么，自己能坦然面对，粉丝们自然也不会太计较了。就连画面中这微丰满的身材都被网友全盘接受了呢。